前方的经本三四六页第七行开始，经文路线念一段：俄那其次梵天同摄梵人，圆满梵行，诚信不动，即占神光。 如是一类名寿光天。那么我们现在正是在研究四禅天之中的第二禅天，初禅天呢，上回研究过了。那么今天这个第二禅天呢，一开头，释迦牟尼佛就。 叫做俄难尊者的名字就说了，其次梵天，次梵天就是第二梵天，同摄梵人，圆满梵行，这三句呢，就是指的在初禅天的那个那种禅定的功夫，到了圆满的。 就是初禅天的圆满的境界，才登上第二禅天。初禅天有三天，到了二禅天呢也有三天。这三天呢，第一个在二禅天的话，第一是韶光天，第二是无量光天。 第三是光阴天，现在叫做寿光天。那么这个同摄梵人圆满梵行啊，是指的这个梵天呢，原来在这个初禅天的时候，初禅天里有梵王，那么在。 他在初禅做梵王的时候啊，当然要即是王呢，那就是管理那个饭店的这个人民，这叫统摄，统就等于用我们人家的总统这样的这个意思。嗯，摄呢就是啊，包含啊，统摄就是。 把下面他那个厅里面所有的这个范仲啊范福都由他来统理，自己是统摄范人圆满范行的，这个他跟范仲天范福天都有些不同的，比如说。 范仲天的话，他守戒呀，啊，凭着守戒的功夫可以升到那个天上。当然，这个十善业是必须要修的。除了修十善业呢，那么这个到了这个初禅的范仲天呢，要凭戒律很啊，守得很清啊，清白。 到了这个范福殿，那就是比管理的了啊，就是范王的一个帮助的人呢。他呢，这个除了戒以外，还要有定功夫啊。守戒守得更深一层的话，那就有定功的，就是。 前面的那两种，到了这个大梵天呢，他还要加上智慧、戒定，还加上这个智慧。为什么呢？他即使管理那个天众天府的话，他当然有相当的这个能力的，这种能力啊，就叫智慧。 所以戒定慧啊，三者都具备，这样才能够圆满梵行。不过这里所讲的智慧啊，佛家的开智慧不是一样的。
啊。你说我们人家在古时候帝王他是个明君，他的政治办得好，当然也有智慧啊。这智慧也是跟佛家的那个从真本性的那个开的那个智慧，当然不能完全一致的。那么这要分清楚。这几句就是讲这一天的这种这个境界了，诚信不动，积淡生光。诚信是啊，就像那个水啊，沉下来，定下来，而心呢，比作了一个水是一样的。我们凡夫众生，心的水呀、啊，随时在那里呀、啊，这个波动啊，没有定下来的时候。那么这个修到梵天的时候，尤其到了第二禅天了，二禅天的这个第一天呢，当然他的这个在那里那个沉定下来，沉定的不动，心随是在哪里不摇动，不摇动，久而久之呢，即淡生光。即也是静止的一种静止的状态，暂是很清楚的、生出来一个光。那么这个生出来这个光啊，虽然是光的，但是呢还不够这个很殊胜，还不够殊胜，还是比不上比他上一层的那个那种光。因此啊，如是一类啊，这一类的天人呢、名叫烧光天。光是有了，还是烧，烧什么呢？比如一个人呢，少年一样的，他的一切的还不够具足。从这个少光到后边呢，都叫做光天。为什么叫光天呢？这个他们照例的都要修这个定功夫，定中就发光啊。因为根据古人注解，在这个天上呢，它是不常用言语说话，这个彼此要有这个交换意见的时候啊，就用光，发出光来表示。那么因此呢，就是叫做光天。那么光的这个有啊，有浅的，有深的，所以又分成三层这个天。比这个更这个高一层境界的话，下面就是光光相然，照耀无尽呢、因十方界变成琉璃，如是一类名无量光天。它是不比前面那个，前面是少光天，这是光光相然呢。意思这个光就多了，多的时候啊，就是比以前就是增加了啊。相然的然呢是个比喻的话，就光呢就如同火光一样的，然就像那个烧的东西啊，燃烧啊，燃子在古时候，就是这个燃子啊。我们现在学燃子，左边加个火字边，在经典里面的故事就是这个。因为下面那个四点就是火啊。那么相燃呢，是比如话光多起来，像火光呢，互相在那里引发。这种光
光相然的这个这个光呢，照耀无尽。这个无，你找有一个一直在那个互相照的时候啊，没有找不到一个有穷尽的一个状况，找不到了啊，所以照耀无尽。那我们现在看我们人家这个日光月光都是有尽的，日光同时或照这里可以，另外地方也许照不到，也许天上有一片云出来了，叫日光遮起来了，月光也是如此。而且这个日光月光都是从外面照过来的，他这里有自己的声光本身的这个发出这个光，这光是没有任何东西把它障碍起来，所以是照耀无尽。那么以至于呢是印十方界，十方世界它都照耀了，片成琉璃啊。因为这个咱们的琉璃是身体以外的这个环境了，十方世界普遍的，因为这个光无尽的这个在那照啊，十方世界都成为一片琉璃的世界。这个境界就随着这个光来转变了，神光这样发出来，世界也就变成一片琉璃的这个光啊，光的世界。不过这个十方界呢，十方界有范围，有大有小，就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做计算的这个一个单位的话，那当然是十方世界就是多了。在这里是一个小世界的这个十方啊，一个小千世界的十方，这个要分清楚。是一类名无量光天，这一类啊，就是它这个光光相然，以至于它这个这个气世间也变成这个琉璃世界。那么这一类的天人呢，这个天上叫做无量光天。不过无量光天这个无量，我们念佛也要分别阿弥陀佛这三个字，就是无量光啊，无量光无量寿啊。那么这个无量光跟着阿弥陀佛的无量光不可以同等的来看待啊。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是净这个虚空变法界啊，恒河沙数还可以数得尽。那么这个数无穷无尽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，就那么多世界来讲，阿弥陀佛的这无量光啊，是范围是那样的。他这个无量光呢，只是在这个无量光天的啊，这个第二禅天的啊，这个界限之内的无量光。后边是光阴天，经文是这么说的啊，悉持远光，成就教体，法化清净，应用无尽，如是一类名光阴天。这一天是他的呢，悉持远光啊，悉是吸取。吸取来的这个光啊，再加以认持，认持就保持住。那么吸本来是光自己从自己的定功夫发出来的，从本身发出来的。那个吸怎么呢？
从外面吸出来的，因为这一春天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光呢又比下边呢又多了，这个还不算，这个在这春天上的天人彼此啊，个人自己发光之外，又互相吸收啊他人的这个光，就吸持远光啊，就采取啊，就等于说我们在人道众生，我们研究学术啊，也就是自己研究，也跟人家交换知识交换的，这就是一类的。那么这个其实这个圆光它是什么呢？成就教体。所谓这个教体呢，这个光啊作用就是这个教化的一个体。所谓体是吧，有体才有用啊。我们比如说就我们人家在这个这一方的这个教体来讲，佛经里面讲此方真教体啊，这个清净在音闻，我们是以这个音声做教体啊，虽然有文字，但是这个我们这个在我们人家这个是耳根最利，耳根最利的话，听一遍比自己看一遍呢，那这个效果大得多。我们自己在研究啊，不如听佛在讲，讲一场法，那是效果不可以同日而语啊。为什么耳根呢，跟那个其他世界不同。那么这个光阴天呢，它是以这个光来成就教体，以光来个施教。那么这个成就教体，法化清净，应用无间呢，由这个光发出的这个教化的作用是清净的，发出这个清净的教化，那么它这个所得的用处是归无尽的啊，应用无尽，所以是它这个这种作用可以说是没有限制的。比如说我们人家这个作用啊，你说再好的这个教化的老师啊，他都还有限制的。有的能教这门学问，他不能教那种学问。有的他教那种学问，他不能教，那很多啊。他这是应用无尽。在命光阴天这一类的天人，所生在这个天上的时候啊，这个天叫做光阴天呢。所谓光阴天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用这个光来做声音。我们在这个人家说话用言语，它不必，它就是放放光，就代替声音了，所以叫光阴天。把这个二禅的这个三天呢，以光的这个多少浅深分出它这个境界的高下，在这个稍微把它辨别一下，那么这个少光天呢，这个光啊，只是它本身的这个发出这个
照他本身的身心，就是烧光天。到了这个无量光天呢，又扩通了，除了正报啊以外，依报的所谓啊这个十方世界，也借着它的光啊，也起了变化，成为琉璃世界。那么到了第三个光阴天的时候呢，圆满了。这个定功夫光更多了，到了圆满的程度啊，那是定功更深，所以叫做圆光。这个三个天呢，光的这个多少，表示他这个定功的前与身的有些辨别。功夫深浅的不同，当然寿命也不同了。比如说少光天的寿命啊，有两大劫，到了这个无量光天呢，加一倍，四大劫。那么光阴天的时候啊，八大劫，一番一番的往上加。这一段呢，是把这个三天呢，做一个结束的话。我呢，慈善圣流，一切幽玄所不能比，虽非正修真三目的呀、啊，清净心中粗陋以服，名为二禅。那么释迦牟尼佛把这个三天讲了以后啊，就总结的意思就告诉我呢，这边说了，此三圣流啊，圣流就是比这个初禅天又深了。这个流是就指定那个哪一禅哪一禅的这一类的啊。那么这个比他也更深了，不但这个前面的欲界要深，这个初禅呢也比不上这个，所以一层比一层深了，一层比一层深怎么呢？下面就解释了，一切幽玄所不能比呀，幽是幽出。这个忧愁是属于心理的感受，那个前面讲是苦恼啊，在这个讲的苦恼啊，苦恼比如从欲界天，我们人家就是讲苦恼啊，包括身体的感受，心理当然都是通包含的多了。这里是忧心呢，只是心里的感受而已。悬是什么呢？在心里放不下，挂在心里，还是个有一种忧，这个有一种忧患呢，就是这种心理还放在心里面，还没放得下。但是这里呀、啊。忧心这两个字是放不下呀，可是下边讲俗不能逼了，没有感受那种逼迫性了。我们凡夫众生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天也是凡夫众生了啊，我们是在这个人间的众生了啊，我们人间众生的时候，那所受的逼迫那是太重了。他这里呀、啊，这个幽玄呢，没有对他没有一种那种逼迫性了，所以一切的幽玄心里的那种忧愁的那种心理呀、啊，虽然还没有完全放下，但是啊，没有起的逼迫的作用了。
那么这个它跟这个初禅天的比较，初禅天呢，它这个还有一些幽玄在那里，它在那个用功夫啊，用什么功夫呢？时时要提起自己的这个警觉，那觉悟。那么再呢，加上有这一种观呢，所以佛家讲的这个叫做觉与观呢，这个天人呢也到了禅天，他也需修这个觉观。虽然他不像我们佛家啊，佛法修的这个觉悟自己本性啊，观就观的，他那个有些不同啊，他也是要修觉观的。他从觉观是什么呢？就拿初禅天来讲，他要观察这个欲界呀、啊，种种的是不可靠，欲界是种种的苦处还是很多。那么他要修这个觉观，在修觉观的时候啊，哎，时时恐怕自己功夫不到啊，还又回到这个欲界那个境界去了，恐怕还有唯恐再堕落。所以有学呢，到了这个二禅天的时候啊，这种有学就不能比了，比初禅的又更近一层了。那么所以说是这个到这种程度呢，虽非正修真三摩地呀、啊，那当然真正学起来还是按照佛法来修，修这个定功啊，那真三摩地，真三摩地就是要这个。首先要明了自己有真如本性，先要明心见性，不用智慧啊来求其明了。那么再就是修这个定功，他这个定功就是真三摩地，那就是讲的这部经所讲的这个楞严大定啊，修这个定。那当然这个二禅天的他修的禅定不能跟这个比，虽非正修的正修的真三摩地，当然不是真三摩地。正式的修这个真三摩地呢，然而到这一层这个禅天的功夫啊，他们能够清净心中出露一福，他们在清净心呢，已经把这个粗的这个漏啊，已经能够服的。什么是这个粗漏呢？这个漏啊，凡是这个有物。烦恼的一切都叫做生灭的烦恼，都叫做漏啊。那么这个出这个漏初禅天的时候，有一种这个执着这个初禅的那种这个那种执着，他就贪恋那个初禅天那种环境。这就是路，凡是执着那个贪恋那个也都是一种执着，那叫贪呢，贪爱啊，贪爱也是一种路啊。那么那叫出路，出这三个路字啊，就是我们现在学这个字啊，粗细的那个粗字，那故事是这个字。那么这个出路，他即使到二禅天来的话，当然对于初禅天那种执着、那种贪爱已经放弃了。
所以那种速度啊，到这个时候啊，他已经能够扶得住了。怎么能扶得住？他一个定功夫啊，你前面的又深一层，就能扶得住。扶的是什么呢？根据这个拿这个韦氏学的学理来讲，就把这个我们众生都有八个师啊，八个师对待这个外面的五个境界的时候啊，就是五师，眼耳鼻舌身五师。那么眼耳鼻舌身，你拿我们人间凡夫来讲，我们对着外境呢，一攀缘外境，或者外境呢一勾引的时候，就会起烦恼。他对成二贪天的时候啊，你能够把这个五识，五识是在心里边的。五识眼耳鼻舌身这个五识啊，都能扶得下去，不起现行。这才是在这个二禅的这个定功夫能够办得到，所以这个粗的路啊已经能够扶得住了。这个扶得住这个粗路，是在自己清净心中，他这是半天呢，半天都是修清净的心呢。清净心中啊，这个粗路已经扶得下去了。不过这里这个清净呢，仍然还是有路的。跟佛法所讲的那个清净心呢，不能够同一个意义。佛法讲清净心，要自己要知道无路的清净，那就是有路的清净心。那么这个是叫做二禅天。这个二禅天呢，按照三界九地来讲，这一地啊，三界九地怎么分法呢？上回有个表，那么这表呢，今天就是大家就回想一下就知道了。那么这个第一地是欲界，欲界是第一地。那么四禅天有四地，四空天有四地，就是九地。那么这个九地的时候，欲界这个欲界天呢，是凡圣同居的。到了这个初禅天呢，是离生喜乐地。前面初禅天，离生离开啊。离开欲界啊，那些这个欲望啊，欲望是在说啊，我们常常觉得哦，这个天上多么好啊，啊，各种欲望想有什么就有什么，实际上讲凡是有欲望就是有痛苦，欲望与苦是一回事情。到了这个初禅天呢，离开那个欲界那六欲天呢，就离生，离开六欲的话，到了初禅天呢，叫做离生喜乐地。在这个欲界天，他不知道这个初禅天怎么好。一旦修行成就了，离开那个环境之后啊，到了初禅天呢，一看初禅天哦这么好，心里发生欢喜呀、啊，那就说是不到那种境界体验不出来的。就说我们人家来讲吧，我们人家一提到哦修福的人要受戒，这个事情也不能做，那种欲望也不能有。觉得这个好像是啊，这个约束太厉害了，
他就不知道这个目的啊，就是不要我们呢这个发展那么多的欲望啊，依照这个戒守得愈好，欲望愈少，我们所得的这清净的这个乐愈多，这个必得真正守戒的人才能体验出来。那么他的这个初禅呢就这样，叫离生喜乐地。到了二禅天呢，这个这是九地，就是第三地了，这叫这个定生喜乐地了。他是纯粹有定功夫这种所生的功德，到了这个二禅天呢所发生的这喜乐，就比前面那个初禅天呢又更这个胜了一层，殊胜了一层。是三禅天经文释迦牟尼佛又教着我呢这点说了，我呢如是天人圆光成阴，其音漏妙发成精行，通极灭乐，如是一粒名少尽天。不说了，但是我那个如是天人呢，就是只在这个二禅天的天人呢，他在二禅天的修定功夫修的光啊，当然愈修愈多，修到这个什么圆光成阴了。那么这个天人既然已经呢光，就是这个圆光吸持圆光了 那么这个圆光这个成就这个阴身，拿来当做阴身来应用啊，无尽的应用了。这两句是接着讲上面的情况，下边的呢皮影露妙，就是这一天的人了，他们呢更进一步的这个皮是把它再发展的意思，皮影呢就是再把那个前面那个光阴天的那个阴呐，圆光的成阴的那个阴呐，再把它披露出来。那么这个披发出来之后呢，阴再发展更多了，发展更多怎么呢？露出苗出来，苗是指的。这个非常的这个好的这个妙理，指的这个他前面讲是有教化吗？教化是以这个光阴呢以光来这个做教化。那现在更进一步啊，除了教化以外，把这个阴呢再深入一层，皮就皮发开来，往深一层的来讲，深一层就是把它显露出来。这个妙理，你教都是有教这个理的呢，因为我们人家讲教育，我们现在讲教育，你无论哪一科的教育，应该谈一他的这个道理呀，就把这个道理呀，在很明显的这个露，就是显露出来。显露出来之后呢，就是啊，发成精心，发成这个很精，是精粹的、精纯的这种这个行为，就是用在一些行为上面，叫人自己这么做，也叫一般的都是这么做，叫精行。那么由这种精行啊，通极灭乐，通就是到达，就通达，
通达在这一天呢，通达极灭之路。极灭之路啊，这个名词跟佛法讲这个极灭之路啊不同的。佛法的这个极灭呢，是真正的这个极灭啊，啊，那是这个一切的这个烦恼啊，这个无明都破除掉了，大极灭了。它这个是名词相同，那么为什么也叫做极灭呢？这个它能够根据古人的注解呀，到这一天的时候啊，能够把第六意识啊能够服得住。我们人家哪一众生，我们第六识啊随时在哪里波动，在哪里定不下来啊，佛是更服不住啊。那个儒家的经典讲，喜怒哀乐之谓法谓之中啊，但是只叫能够扶得住就不错了，所以他这个到这个天能够把第六识能够扶得住，这叫做通极灭路。能够扶得住就感受到那是极灭了，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。我们修道的人呢，修佛的人呢，得了一个好境界很容易啊，你不明白教理的话很容易自己哦，这是我就是这么果吧，或者是明显见性了。你看看到了三禅天的时候，通了极灭路，不过是只是把第六意识能够扶得住而已啊，扶得住什么，就他不起现行而已，不明了这个理。实在上我们今天之下，无论哪一个人呢，修道人呢，还到不了这个地步啊。就算到了这个地步啊，功夫还浅得很呢。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必须要了解这个理，然后外边那些邪知邪见，那些这个随便发出那些高论的话，我们才能看得清楚啊。不是一类名少净天，这叫净天了，清净的这个这一层天。但是呢，它只能通极灭路啊，只能把这个开始把第六意识能够扶得下去啊。净是净了，不像我们人家凡夫众生这个哪个是那个污染的啊，第六意识一动的话，都是为着自己呀 啊就是太污染了。净了，净是净呢，少净，净不多。那么这个升到这个少净天呢，也就是可以说是非常可贵了啊，这个是。没有那个定功是不行的。另外一天，这个佛语说了，净空现前，引发无极呀，身心清安，成极灭路，如是一类名无量净天。前面是那一天的通极灭路，通只是刚刚通达了，到了这种境界呀、啊，还有乐、啊，那种这个，在这个心里那种境界还存在呀、啊。到这个呢，净空了，这个清净的这个境界呀、啊，也空了，连那个清净的这个，这也空掉了，是不是？净空现前呢？在他的这个眼前呢，眼睛就比如说他心里啊，他已经是连清净这个都没有了，这个境界都没有了。因此呢，这个呢，引发无极呀、啊，无极是无边际的，
无涯的。那么因此身心情啊成寂灭论，身体心理到这个是轻松而安然自在了，这就是寂灭论是成就了，成就寂灭论，跟前面那个通寂灭论又升一层了。为什么在这里又能得到身心清安呢？就因为他的这个净空现前呢，连这个清净的这个境界都不存在心里。那这个《金刚经》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当然，这个净空没有到那个程度了。可是我们修道人要知道，因为我们一边念佛，一边的念头啊，有时候还要跑出去在外面攀岩呢，那你这个就不清净了。不清净，比如说都一心不乱了，连清安也得不到啊。所以要想清安，要想我们修念佛，要想能够成就的话，一定要放下万缘。放下万缘的话，能够放下万缘呢，比他这个净空就高明了。如是一类念无量尽天，这一类的天人叫无量尽天呢，因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有净空出现在眼前的时候，它引发了虚空也是无尽的，是无有，因此它这个是无量啊。心里也是，就是寂灭也是无量，就是无量尽天。世界身心一切远近，净得成就，圣得现前，归寂灭罗，如是一类名遍净天。是讲这个身心呢是偏了，现在你看世界身心比前面又多了，世界身心一切圆净了，净的成就呢啊，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比前面又高一层了。圣佛现前呢归寂灭罗，到这个程度啊，这个天人大概就这是殊胜的地方了。这个地方是啊，他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这个寄托在这个地方叫圣陀了。他认为这是一个最究竟的地处，叫圣陀现前，因此归寂灭罗。他就把一切的寂灭之罗啊，这个归就是总归到这里了，那么到最究竟的了。今天这个世界身见都这个缘见之偏见呢，这叫偏普遍的清净天。下面一佛就总结这一天了啊，我呢慈善圣流具大随身身心安隐得无量乐，虽非正得正善目的，俺心中欢喜必具，名为三禅。释迦牟尼佛慈善圣流啊，这个三天呢比前面又升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具大随顺呢、啊、所以随顺什么呢？就初禅天来讲，苦恼不会逼迫他了，叫做得了随、还没算得了随顺。到了二禅天呢，是油天不会逼迫他，五十已经是这个福啊，那么得了孙，得了随孙了。到了三禅天的时候啊，得到这个寂灭了，第六十已经这个福下去了，这叫大随孙。大随孙，所以身心安隐，隐这个字啊，跟那个稳土的稳字是一个意思，稳是稳稳当当的，怎么的稳呢？就是隐的隐是隐到隐的很深处，隐的很深呢，就是很稳的意思，这个字是一个字，身份就是安字，
他能够得到无量之乐，得到无量乐得来不容易，虽然他不是正得登山目的呀、啊，那真正的个三摩地的大定，他虽然还没有真正得到，但是他的安隐心中呢，欢喜已经必具，必是完毕了，很完备的呀、啊，具有了，这叫做第三禅。那么这个三禅呢，在九地之中，它叫离喜妙落地呀、啊。那个前面所得的欢喜，这里也要离开，所得的是妙乐、啊，这个乐是妙乐，这就是一些妙乐地。这个世界这个有三大灾劫了，但是叫水火风。那么这个初战天有火灾，二战天呢还有水灾，这个三战天呢？水火这两大灾难就不到了，但是还有风灾。这个风灾它的进攻还没到了程度，所以这一灾还不能免。问修道的人要明了啊，到了这个禅天呢，他还有这个灾呀、啊。第一的他禅定功夫很深很深的时候，到了四三天才没有灾呢。那我们人家你看看哪一天就不是这个台风啦、啊、在美国有龙卷风啊，就是有地震啊，啊这个不要怪天然的呀、啊、天然那个什么山河大地是我们自己的第八识相分的。我们心里时时在那里互动，尤其现在这个全世界这个教育，就是那些教育就是叫我们引起人的在那个心里这个乱动啊，跟过去教育不一样。我们过去这个传统的这个教育就是叫人家心定下来，现在适得其反，就是叫人家心里乱起来。这样看见哪一什么你想避免灾难，哪里办得到啊？办不到。我们只有拿这个叫人家这个修念佛法门呢，这个环境呢是无可救药了。到现在是将来越来越坏啊，那不求往生，你到哪里去？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。